你不能以为你私底下打电话给阿宽或者是给力宏就解决了，这不是 你应该有的态度。你在哪里闯祸，你就要在哪里帮把这个事情解决。我真的就是心直口快，我看了那天看了新闻，然后我就很急着，我到现在还很讨厌我那个死八婆的表情，讲人家事情的嘴脸，因为真的很丑。你不能以为你私底下打电话给阿宽或者是给力宏就解决了，这不是 你应该有的态度。你在哪里闯祸，你就要在哪里帮把这个事情解决。我真的就是心直口快，我看了那天看了新闻，然后我就很急着，我到现在还很讨厌我那个死八婆的表情，讲人家事情的嘴脸，因为真的很丑。